我们这个新干线周游，北路周游吃到饱，结束任务了。这一趟回来新大阪之后结束任务了。他明天还有一天，但是我们明天没有做。然后我们这个拿回去做纪念，如果要送给日本人，他可以明天做一天。但是我们就拿回去做纪念。结束了，完全这几天六个城市都靠这一张了。现在，我们现在要回难波了，又是一个九点半啦，回到难波应该快十点吧。每天呐，然后今天应该也是两万多步吧。等一下看就，等一下回去就有了。新大阪站果然比较高级，在月台中边还做了一个那个休憩区，还做天花板呢。车来了，回难波。Go go！ 哦，可以做。花梗。玉堂金给他一个玉堂金 ，Sunny。Sunny。这几天都玉堂。靠 Sunny。嗯，玉堂。去转车。盖章盖出优越感。耶、yeah。哎呦，哎靠，碎啦，不是啦。它这个盖，这个要盖啦，这个是那个啦，看得出来是什么？看得出来吗？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跑跑人啊，我看出来了。盖一个，盖章盖出满足感。门前。什么东西？千日前，人家看不懂，就当作它是玉堂金的车、嗯。好，看不懂，谢谢。哦、幸好有盖那个玉堂金那一个、啊、没有，这是列车的头啦。我知道了，我都跑跑人的很棒，已经来了第六天，第一次踏入扭蛋机、欸、要休息了吗？棒，好啦，要不要冲一波金龙？干超过，真的吗？0.25公斤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。你应该先归零吧。哦，怎么归零？干没有使用说明哦。干没啊？你这样举起来，怎么可能多少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两只手一起举啊？17，真的吗？17啊，我翻过来啊。17.65